与张继科分手后，景甜身材更棒了，穿荧光绿走在日本街头引人注目。与张继科分手后，景甜身材更棒了，穿荧光绿走在日本街头引人注目。说起景甜和张继科的恋爱，不得不提，两人于18年3月宣布恋情，并且公开时间 7:21 正好和景甜生日7月21日相契合。虽然外貌上非常相配，但在生活方式上曾让很多网友觉得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果然好景不长，今年6月9号景甜发博感恩曾经相遇，愿今后一切安好，宣布和张继科结束情侣关系。两人作为娱乐圈和体育圈的结合代表，颜值爆表，受大家喜爱。如今分手令人惋惜的同时，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此前就有预感，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